电视机，我记得那时候他还老停电，那个蜡就放在电视机上，它高呀，结果给气着了，蜡着了，电视机上塑料着了，是吧？
就是过去盛粮食盛面的大缸。哎呀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真的是瓦罐啊，对对对。跟那个咱们盖房一碗，碗子盖房还有这个呢。我跟你说，就那罐能盛东西的，你瞅那大柱子能盛粮食，盛面食。这边就转过来。好了，带大家就逛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